嗯，我以为这会儿来不了这么些人了。嗯，我知道今天有这个橄榄球的比赛。对，啊，是10万人跟那儿瞧这个，今儿决赛是吧？嗯、啊，说散了之后满大街都是人。嗯，我说那且得会儿才能到这儿了。堵着呢。没想到大伙儿来得齐刷刷的啊。嗯，嗯，听我们说相声，打心里这么痛快。嗯，刚才那俩演员是我徒弟。嗯，赵云霞和李云杰。是啊。赵云霞是这边这个，嗯，这比划这什么意思？这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巨人啊，这还巨人呢？锯了腿的人啊，嗨，就剩半截了啊。里边这胖子也是我徒弟，啊是啊，叫李云杰，对，听嗓子很好，嗯，小的时候学过京剧青衣，哦，学旦角，当初挺瘦的，挺精神的小伙子。哦，后来生完孩子就这样了。嗨，您这徒弟都不分这男女是吗？大夫说内分泌失调。嗨，让两个孩子休息一会儿。嗯，换上我们两个人来说一段，大家都熟悉。嗯，我叫郭德纲，是这个演员是吕边、嗯。哎，你先等会儿。那么别闹，听我说。谁听你说呀？你先等会儿嘛。这不把我这名字怎么说的这么不慎呢？您这。你觉得有意思吗？废话，没说清楚。对不起啊，嗯，介绍一下，来自德云社的著名相声演员吕边、哎。含糊什么呀你？不是说的太清楚了，不合适。没，您这说对了，不就完了吗？姓于，这完了。哎，干沟驴，哎，驴，干沟鱼，哎，对，吕边，哎，他又来了。他对得了对不了叫什么不吃饭得那不成嗯，于谦老师您客气其实大家非常熟悉嗯，我师哥有三大爱好哦错我要批评你们嗯，你们说的不整齐啊我们再来好吗嗯，于老师三大爱好怎么那么普及呀、啊？这个，说明大伙儿了解你，大伙儿喜欢我。哎，好抽口烟、嗯、是烫头呢，是因为他觉得头发稀，哎，太烫，把头发烫起来呢，显得好看一点。是酒，我倒觉得你应该少喝一点，喝多了不好。老话说得好，酒要少吃，是要多知。对，但是说让你彻底改了，这个也做不到，这是一个习惯。你是老话说吗？这个。狗改不了喝酒是吧、啊、什么乱七八糟狗改什么喝酒啊不是我不会说没上过学没这么句话少喝酒哎啊要不然你真死了家里趁那么些个钱可惜了我趁那么些个钱了我是最了解他的了啊中国说相声千千万万最有钱的人就是于谦老师可不敢当家里有一间房子专门是放钱的我专装钱钱库嚯打开之后嗯，从地上到这儿码的都是钱，哎呦，一沓一沓的新票，哎，每一张上面都印着玉皇大帝，全是冥币呀、啊，太有钱了。那管什么呀？没钱能买了这么多的冥币吗？没用啊，那东西。我都替他愁得很。干嘛？这什么时候能烧完啊？嗯，也就烧着用。他不光是说相声挣钱，嗯，拍电视剧，啊，倒是拍挣钱，拍电影、嗯、有舞台剧，嗯。做广告都干过，北京很多的厂家，嗯，请于老师做形象大便啊。这你先等会儿，你先。但人家那个理，不要再往下说了。怎么了？什么叫形象大便？应该是形象大使。你给解释解释区别何在？废话，就得这么说这个。可塑性强，没听说过，改模仿秀了，我这。谁要是有时间回北京的话，嗯，北京大兴有个地名叫李贤，是有一个60亩地的于老师家的私企，嗨，别提私企，有一个宠物乐园，养宠物的，养了很多可爱的小动物玩意儿，嗯，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小矮马，是养马了，打美国买的，好多人都知道，微博上也有，嗯，网络上电视节目都有介绍，嗯，是。这么大左右吧，嗯，像狗这么大，那马特别可爱，小矮马。对，买来的时候17匹，哎，对，现在34匹，繁殖呢，每一匹都倾注了于老师的骨血。嗯，谁说？
你知道这玩意儿多累呀？行，什么累？关心关啊！倾注骨血像话吗？应该是倾注心血，有什么区别吗？怎么到您这都没区别呀、啊？这显得亲切啊，没有这么亲切的，特别的好玩。嗯，还养了梅花鹿，有小山羊，哎，安哥拉种兔，有有有，孔雀，对，鸽子，还养了很多的鸡。这干嘛到这儿这么咬言杂字的呀？因为品种多，哦，两头翘那叫元宝鸡。那广东产的，长得很漂亮，那叫什么珍珠鸡、那是国外产。哎，对对，最多的就是野鸡。你瞧，得了，欢迎您到我那玩去吧。嗯、这就是朋友，哎，不谈钱。那当然，嗯，因为您也不在乎这个啊，您垄断了北京周边的野鸡市场。好家伙，我改鸡头了，我。我给他写的牌匾，写的是渔家大鸡窝，什么太难听了，这个养了好多观赏的鸡，对了，还种了很多的青菜，有种了很多的花，是开了三亩地，嗯，种菊花啊，你看我种这玩意儿，马上这就中秋了啊，这手拿着螃蟹，这手拿着酒，呵，一看菊花，哎，无穷的富贵，我就这点爱好，那错不了。那、这个有时间，大家到北京找我哦，我带你们去参观于老师的菊花。哎呵，我这就不对外了，行吗？那个看够了算，不限制。哎，行了，很漂亮，别参观了。有十亩地，大约是种的青菜啊，这是自己吃的，黄瓜呀、西红柿、茄子、扁豆，嗯，反正是家里边常吃的青菜呗。啊，对，您也知道，外边买的青菜农药超标哦。吃完对身体不好。嗯，于老师家这十亩菜地，接那个青菜都吃不了。嗯、这不少，太多了。嗯，看着真羡慕。是吗？咱们家里吃面条，嗯，你得出去买黄瓜。对，人家家没有。我们呢？哎，直接到菜地去摘。哦，就这么摘，就这十亩地吃，翻过来掉过去的吃不了，吃不清楚。这接的多呀，而且保证吃完之后对身体没有任何的危害。我们那儿不用化肥，没买过外边沾化肥的东西，没有，是全是一家三口自己的肥料啊。这我们家得多能拉呀，这个仨人拉十亩地的，你吃别人的味儿不对。我们就找什么味儿呢？这是。三口人只要吃完饭就上菜地那蹲着去，这是我们的工作，那错不了啊。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哎，我们就靠敬业、啊。但是有自己结的果实，这黄瓜看着就不一样了。那当然不一样了。这儿一说吃面，捞完了面，人家才过去揪黄瓜呢。鲜啊，面都盛出来了。嗯，奔菜园子了。嗯、哎，你往那边蹲。啊，这还蹲着一个呢。这随时有施肥的是吗？揪一根黄瓜啊，哟，哎，就这么吃啊？你看，特别好吃，是吗？啊、咱买的黄瓜都绿色的，嗯，人家那黄瓜真是黄的、哎，太恶心了！您这洗洗也是绿色的，嗯，不要讲这么肮脏的，废话。哪有黄色？哎呀，天天自己院里边烤串儿，啊，弄点凉菜，是蹲一箱啤酒，呵，多开心！就喝呗，多开心！一会儿自己能喝半箱，啊，喝完了都不用去洗手间，我直接奔菜地，一站啊，你往那边蹲，这还一，这三班倒老有人，你那边俩人呢还是？站在这儿，嚯、哦，这就完了。完事他也害臊啊，哼，嗯、啊，尿喝多了，酒特别多，什么乱七八糟的，说反了，知道吗？酒喝多了，尿就是多。是说您有钱，这管什么呢？真的，这是台上，你瞧，穿一大褂说相声、嗯，到后台换上自己的衣服，你知道多潮啊？什么叫潮啊？戴那个金表，嗯，这么大个儿，嗯。这是金表，这是水表啊！这个这么大个，四十来斤呢、啊。嚯、哦，戴上之后彰显出贵族气魄，是吗？大手表一戴，嗯，哎，
行了行了，有钱再买一块搁这边坠着多好，溜肩膀。哎，大金表，大金链子。哦，还有链子，70多斤大金链子，那么沉的大链子，纯黄金实心大金链子，好家伙，70来斤。哦，白天戴着，晚上摘下来锁狗。哦，我跟我们家狗用一条链子。嗯，他弟弟更了不起啊，他弟那150斤，这个大金链150斤。哦，前两天洗澡淹死了啊，对，愣给坠下去了，那还不淹死，实在弄不上来了，太沉了。这个说相声都用扇子啊，10块钱20块钱也就撑死了。这样于老师家里哪怕一把扇子都得是文物。哦，都是古董，有戴帽的啊，香妃竹的，罗汉竹的，难得的。哎，有沉香木的，是有象牙的。嗯，我见过一把他那象牙扇子，好吗？大边小边都是象牙。什么叫大边小边？这两边这位大边，嗯，当件这是小边。哦，光这鼓就得值个20来万，那古董了，而且还有字儿。哦，工艺，一面刻着字儿，一面刻着画。嘿，清末民初，江南地区有一个有名的牙雕大师叫于硕，有这么一位，他的作品，嗯，这鼓加上他这工，嗯，就得值40万。得打开之后扇面呢？啊，还有字儿。张大千写的，你看张大千画画多、嗯、写扇面很少。是张大千一行大字写的是师太，你就从了老衲吧。什么玩意儿，这是这哪儿张大千写的，这流氓和尚写的吗？这不是得模仿张大千啊，本名叫张大干。哎，嗨，行吧、嗯、怎么那么难听啊，这这个扇子你说谁舍得拿出去？是谁敢拿出去这个？于老师就敢拿出去，我上街打这扇子。嗯，当然了，你说让他像咱们似的这么扇，他也舍不得。那是，咱小心一点啊，开了扇子别动。哦，哎，我要不扇扇子，不至于这么热。嗯，这扇子是买的吗？不是吗？这能是买的吗？那怎么来的？这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哦，祖产。哎，往清朝说，人家家里边王公大臣。嚯，皇亲国戚，至于吗？哎，没法倒这根，就说这意思啊。现如今你站在那儿，哟，于谦说相声呢。嗯，到清朝的时候还了得？不行啊，走到街上看于谦，光叽就得跪那，跪着磕头。人家八抬大轿打这过，等着于谦的轿子过去，咱们才能起来呢。就这么厉害？你说偷眼一瞧于谦，算完了，不行吗？人家当时过来，噗噗两刀。哎呦，你那自行车车带就完了。哎，嗯、流氓啊，是怎么着吧？我扎人自行车带去，我就这么想，反正这么有势力。这没有这么想的。当然了，这会儿他曾祖那会儿，咱谁赶上不知道，就没看。但他祖父我见过，是吗？老头了不起，是我挺欣赏的，就是他祖父这个人。怎么呢？哎呀，人也好啊，能力也强，方方面面都是值得大书而特书。这是人本身就有能力。他祖父就是唯一可惜，就是去世的早太，对，死的太早了。嗯。嗯，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对，嗯，那年才5岁。你先等会儿吧，你5岁就被日本鬼子杀害了，那就后边没我们这堆人了，就邻居帮忙呗。啊，什么帮忙啊？这事儿有帮忙的吗？你，我就记错了，记错了，记错了，还是的。你想他不能5岁让人杀了，对，他一身能耐呢。啊，他有能耐，18般兵刃，样样精通。他会武术。哎呦，他祖父了不得呀！啊，北京城所有练武术的都服他爷爷。是啊，还给起了个外号，他叫冷面杀手，听着就狠，简称冷面杀手。怎么全称呢？朝鲜冷面杀手。嗨，这不是吃货吗？这不是要碰见辣白菜那就没完了。哎呀，什么口这是？杀富济贫呐！啊，真是无论哪儿一听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带着钱打这过、哦、拿把单刀就去了，要劫。哎，劫你的钱给穷人分。哦，这就哎，杀富济贫，一两单刀。嗯，举起手来。举手干嘛？哎，你活命，我劫财。哦，不要人命。哎，举起手来，要钱，拿钱回来给穷人分，多好。又去了。嗯，举起手来，还是要钱。哎，劫财嘛。嗯，举起手来。哎，留你们命。哎，嗯。举起腿来。哎，你等会儿，举劫财举腿干嘛？这回是劫色。哎，去，您就胡说八道，说这个意思吧。啊，挺好挺好，你祖父日子过得不错，到你父亲这儿就够瞧的了。他怎么了？他的父亲大伙儿一早晨都知道。嗯，北京城都知道。嗯啊，老爷子叫于谦，
那么说在北京城来说啊，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父亲也叫于谦，你祖父也叫于谦，我们这三辈人都叫一个名字，不是一个字儿啊。啊，你祖父是千万的千，嗯，你父亲那个千呢是一个提手那个千，那不是叫出来也一样，就是喜欢这个字儿，喜欢这字儿，三辈儿叫一个名字。我们家人太不会起名字了吧？这个大户人家可能都这样，嗯，全叫一个名，就说你父亲吧，啊，你说你父亲，你听得明白啊？啊，他父亲那会儿反正日子不好过，难呐。你想啊，本来是公子哥，但是坐吃山空啊。哦，反正他年轻的时候，据说家里边挺落魄，没钱。哎呦。全家六口人睡觉的时候就盖一个创可贴，这么点盖哪儿啊？这个谁身体不好给谁贴在肚脐眼上，这好嘛，治拉肚子了。这个他爸爸说了，一定要好好的干活做生意，哦，挣钱养家糊口。是这些年受罪受多了。是吗？木材也做过，哎，盘条生意也干过，做买卖，煤炭生意也干过。嗯，听人说卖煤挣钱。哦，他爸爸真不容易，是跑到河南有个地名叫平顶山，那地方就出煤，从平顶山倒腾煤，嗯，运到山西大同。这要不赔死的呢？这个纳闷儿啊，嗯，怎么比我这个还贱呢？这废话。后来一问知道，哎呀，啊，大同也出煤呀，多新鲜呢！得了，从大同弄煤，哎，运回平顶山。他就认识这么俩产地呀。干了七八年啊，啊，这还干那么长时间，差点把命搭里边啊，哎，赔死都不多。一直到后来结了婚了啊，哎，娶了你母亲，哦，一直到后来又有了于谦，是家里的情况才是越来越好，慢慢缓起来了啊。嗯，生你这你今年是？我这43岁。多少斤啊？多少斤啊？嗯，没问岁数。不能这么问是吧？啊，您今年贵庚？哎，这43岁。43年前啊，您的父母把您生下来，是为中国相声界贡献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才。哎，您这话太过了，这是实话啊。嗯，据传说生您的那一年天气不好。嗯，是吗？啊，43年前哦，生你那年怎么了？那一年苍也空井也空。生我那年都苍井空了都。就好记这日子，你拿他记日子。那一天你父母在家中闷闷不乐，是吗？尤其是你母亲。哦，哎，那天生你那天，嗯，老太太情绪不好。怎么难受？不知道怀孕了。嗯，傻丫头啊，这要生了还不知道怀孕了。不是，不知道那天生。你说清楚了。你母亲坐那儿坐着，嗯，哎，哪有胡子呀？我妈坐那儿捋胡子。这表情啊，表情，这不是捋胡子的表情吗？对，老太太没有胡子。对呀，捋这护心毛。哎呦呵，行行行，哇呀呀呀，行了，还不如捋胡子呢。这个，啊，着急，嗯，难受。你父亲看着生气啊，哎呀，疼得很啊。那是，怎么了？哎呦，这老两口子换换好不好啊？这个，为了区分俩人嘛。那这也太秀气了。你妈这难受啊？啊。哎呀，难受啊！我妈这是要吃人呢，是怎么？哇呀呀呀呀呀呀！要唱花脸，不想吃饭，难受。哦，啊，你父亲还劝，嗯，夫人，嗯，吃点什么呀？哎，吃点。你妈这儿，嗯，唐僧到哪儿了？好家伙，老妖精吗？这不是？有唐僧肉也吃不下去，这没有。那着急呀，啊。嗯，你爸爸说没事，不要紧的啊。嗯，啊，生完就好了。是，劝呗。对，晚上睡觉，嗯，半夜12点，怎么了？你母亲坐起来了。哦，哎，还这么粗声呢？嗯，我这肚子疼啊。哦，拧得慌，难受，一个劲儿的往下坠。哎呦，你父亲说要，要，什么模样这是？可能是要生。哦，要不我先来啊？谁先来？我加油吧，快使劲。哎，你就只能替加油。肚子疼，使劲使劲。啊，你母亲的使劲。哎，好，哎哎，哎，行了，一较劲，裤衩，哎，拉了是怎么着？这不是赶紧抬菜地去吧？这叫说不像话，不尊重。废话，不尊重老生孩子有裤衩裤衩的吗？这
呲。哎呀，哎，越来越稀了啊，您这个。你到后来没什么了。这不是这个还滋，没有声儿，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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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那么些相声呜咕嚓咕嚓，火车出来了似的，叮叮叮当的咚咚当当，葫芦娃嘛，这不是哪儿有这么多乱的，这行了啊，抓抓抓抓抓抓抓，哎呀，好嘛，轰出一群鸭子来，我不懂这怎么生啊，反正就哗啦啦生一小子，哎呀，那么难受，生一大胖小子，好家伙，两口高兴啊，啊，呦，太好了，嗯，不光屋里高兴啊，屋外边有一个人也给惊呆了，干嘛屋外的惊呆什么？半夜十二点，有打你们家院门以外啊，路过一个出家人，哟，一老道道爷打这过。这是、夜半子时，此处产生贵子。嚯！我可得瞧瞧，得看看。老道迈步进了院儿，哦，画一十字口念弥陀佛。什么乱七八糟的？行了，这老道信的有点杂了。这个，他到底是哪教的？一时一激动啊，已经都想起来了。没听说过啊，跟你父母说啊，说哀家，这哀家呀。大家没听说过，我就打着过，我是个出家人，这就完了吗？我叫智障禅师。哎，这听这名字就不错。看您这生一大胖小子，是保出来我参观参观吧？参观呢？保出来，老道一瞧你，误会呀！怎么样？我这么些年没瞧见过这么好的孩子。哦，因为瞧见他，我这半辈子算没白活。您看，明日里我看破红尘，要削发为尼。这什么玩意儿？这？就差这么一行没去了。他来吧，嗯，孩子递过去，家里高兴啊，啊，出家人都夸这孩子了不起。哦，到满月的时候啊，更行了。怎么了？你们全家亲戚都来了，得庆祝一下。尤其是你祖父于谦先生。哎，怎么那么乱呢？这啊，于谦进了门喊于谦，抱过于谦，我看看。哎，我们家就是一绕口令。嗯，你祖父抱着你，嗯。眼泪都快下来了，那激动，这叫隔辈人呐，亲呐、哎呦，嗯，于谦儿叫我孙子，怎么那么别扭？这话怎么了？这在哪儿就喊这么句孙子？辈分在这儿，对吗？这我还反驳不了你。你以为夸你呢？啊，这有什么可夸我？高兴，嗯、观此子，嗯，哎呀。眉分八才，目若朗星，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嘿，日后必为国家栋梁之才。真是看面相必有汗脚。他怎么看出来的？这是来举起来用太阳光照一照，这有什么说头？老人他迷信。怎么讲？太阳光照在孩子身上，地上有人影。嗯，人影这会儿叫魂魄。哦，魂，那就代表着魂魄。哦，看看影子的深浅，也就是魂魄，看看是浓啊，是淡呢、啊，是深是浅呢、啊？有讲究，哎，越浅越好。那看看我，哎，抱起来，太阳光一照，怎么样？哟，这孩子混蛋！哎，还有好词儿没有了，哥我？什么叫混蛋呢？魂很浅，你说浅不是就完了吗？你啊，哪儿出来这么句混蛋呢？对不起，没上过学，嗯。日后随着你的成长，我们越来越相信这个说的太准确了。嗯，我是真混蛋呢，是怎么着？你是真是了不起啊！怎么了？方方面面都是这份儿的。哦，啊，首先说身体好，那倒没问题。他的身体，你别看他比我大几岁，比我身体好多了。人家从小光吃奶就吃了多长时间？我这断奶，他母亲真疼他。嗯，好多人都知道，您母亲疼孩子，吃奶吃了三岁有吧？啊，我都见过，四五岁。不少呢，我还见过七八岁的了。那您啊，哎，有那样的。呵，他母亲那会儿就给孩子吃，哦，一定让我孩子吃奶吃足崩了，这疼我，这对身体有好处，啊、对吗？我怕什么，多给孩子喂一顿，对不对？闲着也闲着，对吧？只要有就给孩子吃，让儿子吃饱了。一上一下这么长着呀，这个，这别扭不别扭啊？啊，这换了，翻个也不像话啊，长腿上。没听说过，这飞行员呢是怎么？米老鼠，嗯，来、哎，啊，就不用比划行不行啊？哎，给孩子喂奶，哎呦，啊、这两排呀、啊，这是，这不是猪崽儿吗？这个，就年轻没见过，是这什么呀？我想可能是那样。你甭想了啊，反正吃奶吃了好长时间。嗯，吃奶上学还吃奶了吗？那么晚？上小学一年级吃奶，
别的学生都带饭，拿饭盒带饭，嗯，他带他妈上学去。我干嘛呀、啊？最后一排加一座，他妈跟那等着、嗯。啊，上课到中午12点铃，一打铃，孩子们都出去拿着饭盒进来吃饭。嗯，他妈就过来吃饭吧。哦，嚯，行了，没听说过吃饭。是吃饭是洗澡去了，是他这儿拿手巾都掖好了，嗯，一手刀一手叉，哎，对，我还吃西餐的架势，那是吃奶吗？班长尝尝啊，尝，这有让人的吗？这王老师尝尝来，哎呵，校长，行了，我这人太好交朋友了，我这身体很好，这奶都让别人吃了，我好什么？身体不错，都让出去。到今天咱们得承认于老师身体，也简单来说吧，这个人三快。怎么叫三快？吃得快，拉得快，睡得快。哎，这真好吗？你看有人说了，哎呦，站台上你还说上厕所的事，怎么这么脏？列位，人都这样，人吃五谷杂粮，有进就有出。嗯，这个说明新陈代谢好。是你再有身份再有钱，你说你能不上厕所吗？那真哎呀，我趁好多钱，我特别有身份，我连厕所都不去。嗯，你是个貔貅啊。嗯，嗨。什么比喻这是不是？这人家很正常啊，吃得快不挑食，对啊，拿过来就都能吃啊，营养均衡，拉得快就是这也好，新陈代谢好啊、哦，睡得快，躺下就着，睡眠好，特有规律，是早晨8点钟啊，嗯，准时排便，哎，准点的，哎，准拉8点准拉，嗯、哦，9点准醒，哎，我拉床上每天。他不是一天两天，几十年如一日。好家伙，生活不能自理了，我这啊，身体好、嗯，而且这个人最重要一点啊，嗯，心眼儿好啊，主要是这个。我没见过这么好的人，说良心话啊，嗯，心眼儿这份儿好，好帮助人，哦，助人为乐。举个例子啊，在北京，在德云社，嗯，演出后台说相声，这边来找来了，嗯，于老师，嗯，您给帮个忙，帮什么忙？一看认识，旁边饭店的，哦，你走吧，我这就去。啊，真帮去！于老师打开自己书包，嗯，有一白大褂，穿上，我自己还戴一白大褂，有一白帽子，这是干嘛呀？戴好了，奔人家后厨，嗯，切菜，哦，包葱，跟着炒，啊、哦，这我成，不要钱，帮忙嘛，哎，完事、嗯、好，再见，完了，回来了，摘帽子，嗯、呵，一脸的汗，哎，脱大褂，卷好了，搁包里，这算完事儿了。刚弄好，这边来人了，这干嘛？于老师受累，啊。那个后边胡同孙奶奶去世了，那要我干嘛？儿子在国外回不来，哦，没有孝子不能出殡，我来这孝子，你偷走，我这就到，这活也硬。打开包，把白大褂拿出来，主要别让白大褂闲着，嗯，白帽子，嗯，这孝子是厨子、哎，嗯，包里边有自个儿做的一幡，突，我浪吹的是怎么着？我还自个儿做一番位帮忙去，抻开了有这么长折叠的，嘟回来了。哦，哎，特意到那儿哭，进门就哭。是啊，哎呀，哭得跟真的一样。嚯，料理一切。嗯，哎，完事回来，摘了帽子，脱白大褂，哦，卷好搁包里边。这出又完了。哎，又来了。这是于老师。嗯，体育馆找您。体育馆找我什么事儿？有比赛，请您去。我还比赛？偷走，我这就去。嗯、哦，把白大褂又拿出来了。哎，对。我接活都冲白大褂接的，嗯，戴上白帽子，哦，白口罩，多一样，白手套，你瞧这就讲究了。拎着包去了，哦，体育场找他干嘛呀？就说是，对吧？但是到那一进门就尊重，是吗？于大夫到，叫大夫，拎着包进来了，很有身份。一推这门，啊，一大桌子，什么呀？于大夫吗？啊，因为比赛之前都得检查兴奋剂，啊，有这么一项。大桌子上一杯一杯的尿啊，啊，那是尿检，尿检。嗯，于大夫，哦，请。嗯，我检这个，于大夫看着。嗯，哎，这是医德嘛。嗯，快快，我这东西就得细致。到这，嗯，口罩摘。干嘛还摘口罩啊你？看着这么别扭、啊、端过一杯来、啊、看看颜色还是灯照着嗯，看看
哎，哎，等等等等，行了，不是这位都尿出茶叶来了是怎么？这吹什么呢？这把这沫子吹吹。好家伙！嗯，别客气了 ，Cheers！ 哎，下。哎呀，您能干得了吗？工作人员都看着啊，肃然起敬。嗯，打包里拿出一吸管来啊。哎呀，行了。一点都不糟践，很健康。这嗨，白费劲。又拿起一杯来，嗯，老有沫子，嗯，很斯文，嗯，血糖偏高。这都是运动员吗？这个，嗯，一饮而尽。哎，注意个人卫生。呵，这就别来了。嗯，我说不让你喝那沫子没有？哇，少喝不成啊！这什么？结石？好嘛，全上这儿来了，检查身体来了是怎么着？有点费劲，这个，哎，这有药啊！哎呀，还好，这得吃多少药啊？这个，这检查完了啊，于大夫，请到旁边那个房间，还没完呢。哎，拎着包，嗯，到这屋一推门，哦，大桌子，又是桌上都大杯的，哎，这么大杯，一溜啊，嗯，于大夫，请，我也有点犯怵。我举石锁的架势，这是。嗯，哎，行了，这，哎呦，哎呀，行了，行了，这，哎，要了命！这什么项目啊？赛马那马？好家伙，我全管合着，了不起啊！哎，这没什么，了不起。嗯，心眼好，这就心眼好。哎，而且最重要一点。脑子好，哎，这反应快，哎呀，文武全才。嗯，在德云社后台没事就是写毛笔字，看看书。哦，书法练。哎，有观众一进门，于老师给签个字。是，别看就俩字于谦。嗯，写毛笔的，见身份。来，你们抻着那宣纸。哦，大张的。这是研墨。嗯，添笔。嗯，讲究。抻着，来写于谦。开始。哎，嘿，哎。怎么着？我还有俄罗斯血统是怎么着？我这名儿写那么长干嘛呀？净写错。哎嗨，更不怎么样了。写字看书啊，一看书三本，三本。这儿摆着书啊，这儿摆着字典。嗯，这是怎样查字典？啊，我全不会呀、啊，我这必须三本一块儿啊。看这个，查查。哎呦，不看好不好？因为看书把街舞都练出来了。好家伙，净这儿哆嗦了，我这。这个人挑不出毛病来，还没毛病呢。正因为您这么多的优点啊，我嫂子才瞧上了你。我媳妇儿，哟，她媳妇儿可漂亮了。嗨，她媳妇儿，嗯，哎，馋了是怎么着？什么毛病？你这是、嗓子眼痒痒啊？但这时候啊，有人看过嫂子的采访啊、录像什么的，很漂亮。嗨，真的，实话实说啊，这、孔圣人说那话说的对。说什么呢？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哎嗨。这是孔圣人说的吗？这长得好看，大高个儿，啊，长头发，哦，嗯，大眼睛，哦，尖下颏，嘿，我一看见他媳妇儿，我就想想什么，葫芦娃会来救我的，这好嘛，妖精是怎么，特别可爱，嗯，而且特别疼人，他心好、啊，就有个那个嫂子那个样，是啊，多子一见我都是，嗯，死鬼，你看他心里这什么话，这叫听着就哎呀，就不像嫂子似的啊，可不是不像嫂子吗？这个。说这话了能像嫂子吗？这么疼人啊！啊，不上家去啊？嗯，上家吃豆腐去啊？什么吃豆腐的？这叫什么话？
炒菜最好，炒麻婆豆腐、什么家常豆腐做的最好吃，上家吃豆腐去，别扭，你别瞎想啊，别瞎想啊，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这是老话，规规矩矩的。对，我有时也确实去，是打那路过，哎呦，于谦的家，哎，进去吧，哦，进去，嫂子好，哎，谦哥呢？嗯，你来的正好，哎，他刚走，嗯、这是正好吗？吃饭，嗯，炒菜，做饭，嗯，好吃吗？好吃。您手艺真好，行，嗯，洗澡吧，嗯，什么呀？哪儿就洗澡啊？买了那冬枣，洗点枣吃。你以为呢？我以为买点苹果就得了，买什么枣啊？别胡思乱想了啊！嫂夫人不会有离格的地方，是吧？人家这个身份在那儿，是人家里边做官的人呢，对，当官，书香门第，宦官之后。宦官之后，那是太监，那是那叫什么？官宦之后，官宦之后，对，哎，嫂子她父亲是蒙古国的海军司令，那有海吗？就海军司令，总统说了啊，什么时候找着水，当时就上任。这好，我说老头闲一辈子呢，也没闲一辈子啊，六七个孩子呢啊，那净生孩子了，四个儿子俩姑娘，哦，四个大舅了，是魔力青、魔力红、魔力瘦、魔力海，哎，好。四大护法都是我们家挺好啊，嗯，俩姑娘，嗯，大的是他媳妇儿，是好，真好，两口子感情也非常的好，嗯，咱实话实说，我瞧见这么多人了，这是让我肃然起敬的，是吧？包括就是我们大伙儿都帮着，嫂子要孩子是吧？大伙儿帮着要孩子，不是，你这话怎么那么别扭？他这个人玩心大啊。后来我们大伙儿都帮着劝他，你这岁数赶紧要孩子吧，啊，劝了我，这后来有孩子，包括到生孩子，嗯，在医院里面都陪着他，哦，嫂子跟那。手术室里边，就在里边，呜、啊，哇呀呀呀呀呀，老虎是怎么着？我不，咱不懂，不懂，就别叫了。里边又哭又闹的，啊，他在外边眼泪哗哗的，我心疼啊。我就挨着他坐了，我这揽着他，你别这样，嗯、啊，一定能好，没问题，很顺利。是，就看他那个心情，我就哎呦，我很佩服他，难受。就是两口子感情真好。是，那这外边哭得不行了，嗯，大夫出来了，嗯、啊，于老师别哭，是生孩子挺疼的。但现在高科技了，什么高科技？我们有一种针，嗯，这个针呢，给这孩子他爸爸打上，打完之后呢，这个疼痛转移，孕妇不疼，孩子他爸爸疼。哎，这好啊！你这刚说完，他把袖子拿上，哎，给我打！是是是，我揽着他这胳膊，啊、我说你想去，我想什么？来，打！嗯，打完针，哎，母子平安，很顺利。哦，嫂子也不疼，好没把我疼死啊！你疼啊？心疼啊！你心疼，有你什么事？心疼啊！啊，到现在这孩子非常可爱。是，大伙儿都认识于老师的儿子，是，嗯，嘿，好，你们这样让我情何以堪？这去，您要不说、我们经常在节目里开玩笑，啊、说谦儿哥的儿子叫郭小宝 啊，我正式的说一声，这个就算没我的事儿啊，就算没你事儿，你还不如不说呢。这你人叫什么？说姓于，姓于，你看、啊，你看，说拿走就拿走，对吗？可不是说呢，这我儿子可不是我。对呀、啊，对呀、啊，就冲你那疼他的方法、嗯，谁瞧都得说这是亲父子。那你看得出来？哎呦，爷儿俩呀，我也没见过这样人，可能岁数大了，见孩子就这样。是吗？啊，又跟孩子玩的，天天什么都不干了啊，就哄儿子玩。我、哦、喜欢你。爷儿俩在屋里追着跑啊，儿子一跑又一身汗、嗯，衣服全脱，一丝不挂。哦，他能配合孩子也脱了。我也屋里光着了啊，爷儿俩光着、啊，我赶上过，是吗？一开门，呼啊，撞山了，什么撞山了？哪儿有山呢？就撞山了啊，撞山了啊，嗯、啊，反正挺好，就有一点，嗯，不能出门演出了。怎么？一说要走，上哪儿去？三天五天，这儿当时眼泪就得下来。哎，舍不得孩子，舍不得孩子呀，嗯啊，孩子也想他，嗯，倒是有办法。干嘛？家里有那个 iPad， 嗯，传一张于谦的黑白照片。这干什么用啊？他儿子只要一想他，小香炉点三根香，抱着这坐那哭。哎呀，多惨呢！啊，他好、嗯，他在外边，每隔一个钟头，嗯，准打一电话，联系一下，给儿子打电话。嗯，你猜猜我是谁呀？不，对呀、啊，爸爸也想你啊。再有两天我就回去了，多好啊！老这出，一个钟头一个，你猜猜我是谁呀？哦，还猜，哄孩子玩。嗯，那天出事了。嗯，上厕所拿手机。嗯，哟。手机掉下去了，哟，那蹲科啊，正卡在口那儿，哟，那赶紧捡啊！刚要捡，啊、来一短信，嗡下去了。哎嗨，怎么那么寸呢？他这事儿，
打厕所出来哭了都不行了、啊、手机掉了、啊、跟儿子联系不上了，坐地上撒泼呀，我还小点儿，我一后台好几十人也不敢劝，找我去了，您赶紧赶紧给你劝劝、嗯、我说你怎么了，我手机丢了，要了命了，我说你再买一个去，哎对，哎完了，这太好串了，这个一会儿买回来了，嗯，新的 iPhone 55 啊，哪有啊，乔布斯的亲家研究的，这好嘛，亲家都做手机，给儿子打一电话，联系喂，嗯，你猜猜我是谁，还猜，孩子说你是谁呀、啊、哎你看这一个钟头没打电话就想不起来了，嗯，问你一个问题，嗯，妈妈晚上跟谁睡觉啊，啊，王叔叔，去你的吧，扇子都破了，挺好，这还一把整的呢、啊、真不错，嗯，这俩孩子是我徒弟，哎，原来是国家游泳队，这练的扎猛子啊，你瞧那个没基础啊，干这个来了，说相声了，哎，像他们这演出呢，这叫夜场，哎，中间插缝，行话这叫夜场，对，包括之前还有大胖子夜场那个啊。大胖子王玉波，对，多可乐呀、啊！嗯，打小都聪明，是，他跟徐德亮同班同学的。哦，他们同学小时候他要说相声来，哦，老师不收，不让来，太胖，怕他智力受影响。哦，他爸爸带着来的。哦，老师求求您，我们这孩子要说相声，说情来了。老师，我考他吧。嗯，一加一得几？王玉波想想，六。这还想呢，我爸爸急了，老师对不起啊，认生，您再给您机会，嗯，您家一得几，四，还是不对，老师对不起啊，谢谢，您再给您机会，哦，您家一得几，十五，往高了猜呀、啊、爸爸汗都下来了，嗯，老师再给您机会吧，嗯，您家一得几，二，啊、哦、这对，他爸爸急了、嗯、您再给个机会吧，全表现出来了，哦，你去琢磨去吧，百试百灵，对，平常是个反应，您可能没接触过相声演员台下、嗯、你看他台上什么样，他台下就什么样，哦，是不是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希望相声演员多厚道一点，对，省得露着馅儿。拿我们观众来说吧，啊，咱们之间这个交往也很主要，是吗，我们跟您啊不分高下，哦，台底下做什么工作都有，嗯，老金大企业家老板，再有政府官员，嗯，也为不哪位非洲哪个酋长的娘娘上这儿来了，这哪有准啊，哦，没准，这没有准啊，嗯，但是不管您什么身份，进着门来往这儿一坐，咱们就是朋友，哎，谁也不高谁，谁也不低谁，都平等，人活在世没有亲戚可以，没有朋友是不行的，哎，那倒是，这是最主要的，嗯，我们哥俩来说，嗯，好朋友，对，台上好伙伴，台下好弟兄，哎，有交情，超过了普通朋友，是他对我，嗯，100%，好啊，要不然能合作这么些年吗？对，我有个头疼脑热，他比谁
谁都着急。可不，他病了，我不能不着急。我看病去，嗯，打针吃药，噔噔噔，楼上楼下跑，还得忙活呢。就你忙他，不容易。古话说得好啊，啊，百日床前无孝子。我儿子又当如何？别比了啊！我就是那孝子，是怎么着？不是，你有病我也得管呢、啊啊。您一样着急呀、啊？不是说别的，两个人就跟一人似的，这都互相的。于谦病了，我急得跟什么似的啊？北京、上海、广州找大夫，哦，求医，甭管多少钱，嗯、啊，能治吗？有救吗？花多少钱？我掏，您给。着急，急死我了。是，大夫着急，养老的这我没把握，那、啊、我眼泪就下来了。你看，我得救他呀！啊，一出门。哎，电线杆子上贴小广告，有救了！好嘛，我这个心算是搁在肚子里了，行，死不了，一针灵了，是吧？别提这一针灵了，治我这病都跟电线杆子上贴着呢。你看，偏方治大病嘛，这行了。你要丢了驴了，你也得吃泻药。这不害的，这个是不是跟我那病没关系？说这意思，交朋友，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当一炉香。这怎么讲啊？桃园结义，刘备、张飞、沙僧，仨人一出。哪儿？你先等会儿，不行不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红罗你等会儿，别说了。哪儿啊？怎么了？这桃园三结义串三本书啊？这这，把仨人放谁谁来了？刘关张沙僧，沙僧跟谁？哪有沙僧啊？刘备、张飞、关羽，这仨人。刘关张嘛，是吧、啊？一个头磕地下了，一个娘生的一样，还能跟亲兄弟似的。宁学桃园三结义啊，不学瓦岗一炉香。瓦岗《隋唐演义》有这个哦。瓦岗寨46友，光叽叽头磕地，跟亲哥们一样。嗯、啊，到后来这一下子，一个人起义歹心哦，瓦岗寨这点交情全散了，就瓦解了。别瞧这了。啊，是不是？现如今也有的好朋友，哦，但是您注意啊，酒肉朋友不可取。您说吃吃喝喝，哎，走吃饭去，嗯，走他头一个，哪吃？头一个，摊点什么事跑了？哦，又没他了，这个不叫朋友。哦，啊，还有那拜把子兄弟，那干哥们儿，干哥们儿后台徐德亮，亮子，今儿跟我说了，呵，我跟您说，师哥啊，我跟王月波拜的把兄弟。哦，他们哥俩拜了，王月破是我的大哥。好啊，我说你干嘛非拜他呀？是啊，你知道我嫂子多顺当着啊？什么心眼啊？这是，是不是？哦，瞧上嫂子了。那由此可见，月破也是很厚道的人，知道吗？这还大方，交情。这种结拜，这叫金兰之好。哎，拜金，拜金兰。干哥们儿，嗯，现在是不得再有。哦，可能有的年轻的朋友不理解，是怎么回事？举个例子啊，嗯，王拿老人来说吧。哦，您的父亲，我的叔。哦，我父亲，老爷子，比如找我来了啊。嗯，德刚啊，嗯，有一个问题困扰我一生了。哟，我闹不清楚啊。什么问题？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学术性的问题吗？啊啊！哟，老爷子，您别嫌弃，我知道的，我说您说什么什么事儿了？哎，什么事儿？我搞了一辈子科学研究，但有一个难关呢，我攻克不了。您说一下。你看这怎么回事啊？啊，远瞧灯笼大，近瞧大灯笼，走进留神看灯笼进窟窿。嗯、啊，我这一辈子我没闹清楚，破灯笼吗？啊，对，可不是就是破灯笼吗？这个，你爸爸就，好那么回事啊？才明白，痛快了啊！一辈子的困惑解开了，是无以为报，咱俩拜把兄弟啊！拉皮儿了，这就。我说比你大，你是我兄弟。不是，这行了，什么呀？嗯，说我爸爸一辈子没听过相声是吗？他哪听过这个去是吧？这就拉皮了，这不像话。一块儿哪知道这个是吗？这就是金兰之好啊！过去来说啊，交情好的有几位？都谁？杨左之交，杨左、杨居埃、左伯桃。哦，有这么两位。哥俩一块儿出去求官去。哦，半路途中天降大雪，俩人的衣服很单薄，带的吃的也少。哦，连吃的带衣服给一个人吃，这人也
暖和了也饿不死。哦，要俩人都分着一块儿来死。哟，你说这玩意儿啊，左伯桃把衣服脱下来，把吃的都拿出来，兄弟，你来这个，给杨娟，你拿走，你穿上暖和和的啊，以后想着把我埋了。哦，这个交情太好，自己冻饿而死。哦，如果说咱俩人搁这个情景，你能为了我冻饿而死吗？我行啊，死去。死去，杨觉安也不错呀。杨觉安做了官之后，厚葬左伯桃啊。哦，后来左伯桃托一梦，说你把我埋的地儿啊，跟荆轲挨着。荆轲刺秦王的勇士，哟，他晚上就早就我打不过他啊。杨觉安一听，拔剑自刎。这干嘛？死尸也埋在这儿，叫二鬼战荆轲，一块打人家，多不容易啊！好啊，咱俩要搁在这儿，你能像杨觉安似的自刎为我而死吗？没问题，死去。您先等会儿，咱都是好朋友了。等会儿吧，郭先生啊，咱是好朋友，我问问您，嗯，如果咱俩是这样，您能不能像左伯桃似的把这东西都给我，然后您自刎，咱俩二鬼战荆轲，咱来一个，您行不行？打荆轲呀？啊，荆轲太愣了，他连秦王都敢刺啊，何况俩说相声的呢？这时候怎么全想起来了？是不是啊？像理不像人哦，遇事儿得顺办。怎么个顺办？你迁坟呢？我跑啊，对不对？哪儿都是办法，海葬，海葬给你捞出来啊，弄好了磨成粉，来殿下一吹，也是个法儿。这什么法儿啊？这是好朋友吗？就这么朋友啊？比喻这里没咱事儿，别下山了我。那咱俩甭跟人掺和。还有这紫琴听琴，俞伯牙摔琴啊。俞伯牙是晋国的大夫官，对，那年头都是天下访琴。哦，走到这儿，坐在那儿一弹琴，啊，把这瑶琴拿出来，珍贵无比啊。是，坐在船上，琴都好了，当当当滴当，当当当滴当当当当滴当。宋王天子哪儿？这行了，讲这样吧。呀，什么呀？您说那这么弹的那个？哎呀，不许歪着点头吗？摇琴啊，摇琴，正弹着呢，正弹着呢。钟子期打那锅一听，呵，弹得好啊！啊，嗯，哦，咦，他也叫好啊？啊，哦，也叫好，你叫好啊？啊，伯牙把他叫上来，俩人一盘道，哦，这怎么回事？呵，钟子期一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说，哦，俩人八拜结交，哦，到后来子期死了。俞伯牙很难过，嗯，子期不在我对谁弹呢？哟，拿过瑶琴，啪就摔碎了。哼，捧着碎瑶琴来到保险公司，你看这个，弄保险去了上哪？你见识一下这个。那是，你瞧瞧，那没有保险公司什么事？交情嘛，交情嘛，啊，说这意思。哦，交朋友要长住脸，哎，得认对了人，不是什么人都能交。是，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哦，还有小故事。漫天飞雪。冬天有打树上掉下一只小鸟来，麻雀打窝里出来，毛都没长齐，哟，刮风下着雪啊，冻饿而死，马上就完了。哦，寒风凛冽，小鸟跟这儿叫唤，远超能不能打，你爸打我吗？走你就出门，走你就出门。我爸就是这鸟啊，叫嘛，鸟叫唤，怎么全叫这个呀？我很可怜啊，马上要死了啊，来了一头牛，哟，走到跟前，牛一抬尾巴，扑嚓，对，弄牛粪，哟，把小鸟盖住了，砸着了，可是很暖和，鸟活了，它这就活了，它没死，啊，活过来，来在牛粪里边唱歌，还唱歌，来唱灯笼的，打灯笼，你就会这套是怎么的？我这这这这，这鸟还开狗呢，还没听说过，甭加身上了，这没有。他唱吧，那高兴吧，嗯，高兴呢。打那边来一狼，老动静，拿爪子扒开牛粪，把这鸟汤给吃了。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道理啊。告诉什么呀？不是每一个往你头上弄粪的都是坏人，也不是每一个打粪里把你救出来都是好人。如果深陷粪堆，记住了，闭嘴是很重要的。知识啊，就这知识，知识啊。
您这人太善于总结了，你细琢磨去吧。啊，细琢磨很有道理。是是。所以说交朋友一定要长住了眼。对，今天来的朋友来着了啊，告诉您几个秘方。秘方？有这么几种人不能交。都哪种人？打车抢着坐后头的不能交。怎么坐后头不交？一般车来了，打开他坐后头，他不乐意结账。哦，坐后头不结账。哎，车到地儿一般都前面这个，是吗？表一想多少钱，这儿掏钱给，他这方便。他坐后头，当然了，有的时候坐后边他也跟着抢着付钱，也给吗？哎，到了地儿了，夸着一看十块钱，哦，他掏出100块钱美金来，这个和这个，不来，谁找就开这个啊？啊，这没有，人前面当然说，哎，我这有，哎，人就给了，哎，当然有时候他也有失算的时候。怎么啊？掏出100美金来，嗯，吃我这个，吃我这个。哦，前面的掏出支票来了，啊，这得用你的，好嘛？哪有这么逗心眼的这个？啊，有这电视剧吗？啊，当坏人遇见坏人啊，有这么故事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这个洗澡后穿衣裳，这都不能交。这怎么了？哥几个没事出去啊，找洗浴中心洗个澡，聊个天去吧。还有这个，去到那儿什么都要。哦，火盘啊，啤酒啊，饮料啊，炒饭，没有都要吃，不要愣吃。嗯，是吧？都要，要完了找人按摩的，踩被子，拔罐子，刮痧的啊，好嘛，就差找一法医验尸的啊。那儿没有这个，都来一遍啊。嗯，该走了吧？人家穿好了，这儿等着他卖。哦，一只袜子穿7回啊。呵，穿完一瞧，哎呀，错了，这是右脚的啊。袜子还分左右脚啊？怪吗？穿好里边热呀！啊，快点啊，快点啊！他两分，他都出完二汗了啊！走，我在外边等你吧。啊，走门口银台那儿把账结了，人就付账了。都是先出去结账，是吗？没有说到这儿不结账的。哦，先生，您哪位买单？后边那个。后边，后边哪个？后边没穿衣裳那个。后边100多位都没穿衣裳。是啊，哪有穿衣裳的？这点人不能交。哦，还有这吃饭、快结账、上厕所，这都不能交。上厕所怎么了？哥四个吃饭，啊，看差不多快结账了啊，站起来奔厕所。哦，哎，等着，人家这几位小等着呢，谁结账吧？喊，过来买单，结完账他回来了。哎，你们怎么又结了？不是人结了吗？你就上那儿结去了，人家不结吗？结手去了。是吧？啊，当然了啊，这个一个人行，你四个人都这样坏了，是吗？喝完汤，提完牙，没事，四位都奔厕所了，全去了，都上那儿蹲着去了。啊，一会儿伙计就进来了。啊，蹲这四位哪位结账啊？对这儿来了。好嘛，所以说交朋友要长住了眼。哎，对，我很希望咱们两个人做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咱们两个人本身就是好朋友，超过普通的朋友的交情。哦哦，像一个人一样。对，您就是我的亲哥哥。哎，那您就是我的亲兄弟，是不是啊？哎，何分彼此，哪问贵贱呢？哎，上山时你扶着我脚，下山时我靠着你肩。嗯。交情，哥俩亲哥俩一样，知道吗？啊，我有了儿子是你的姑爷，你有了闺女是我的秘书。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好朋友。这里怎么还有秘书啊？你看，你看，你听我的，你听我的啊，我死在你后头啊，你不听我的，你死我头里。我怎么老听着我死头了啊？交情啊，哥们儿，交情啊，没有这么说的。怎么说呀、啊？应该咱们重说 啊，重说。您就是我的亲兄弟，你就是我的亲哥哥，你姐姐就是我姐姐，我弟弟就是你弟弟，我舅舅就是你舅舅，我叔叔就是你叔叔，我父亲就是你父亲，你母亲就是你母亲。怎么那么乱呢？这里。太乱了，怎么了？太乱了！谁要说你不好，我就生气；谁要说你不好，我也不答应啊！为了你，我能跟人拼命去；为了你，我都敢不活着了。有人给我一人肉身这么长，哟，不要给于谦送去。对，人要送我20条金砖，嘿，不要给德刚拿去。有人拿了小木盒送给于谦儿啊，于谦打开一瞧，里边有一个坏蛋。嗯、啊，你要留下了，你就是坏蛋。我能瞧着吗？怎么办？一把抢过来塞我兜里，我是坏蛋。呵，我呀，从您兜里拿出来搁我兜里，我得是那坏蛋。我一把从您兜里抢出来搁在我鞋里边，我是坏蛋。从你鞋里拿出来搁我裤子里，我是那坏蛋。从你裤子里拿出来塞你嘴里，我是坏蛋。没那么塞的，没有那么塞的，交情啊？什么交情？裤子里拿着往嘴里塞呀、啊？
拿出来搁在我枕头底下。哎，坏蛋，我抢过来搁我立柜里，我是那坏蛋。从你立柜里拿出来搁在我那箱子里，我是坏蛋。箱子里拿出来搁在小盒里头，完了把它锁上，把钥匙扔盒里头，我也是那坏蛋。我不要了，给你。不抢啊，我费那劲呢、啊。扔我身里边了，不成啊！你得抢啊，还得抢，得抢！哼，我下河摸去吧，东一摸西一摸，找着钥匙了。哎，开开你那锁，拿出来这坏蛋，嗯、我搁你们家祖宗板上，我是坏蛋。搁我们家祖宗板上，你不好这个吗？您要这么说，我也行啊。怎么说？从我们家祖宗板上把它拿下来，我穿街越巷，翻山越岭，找到你们家祖坟，把打去坟头土，棺材打开，然后把这坏蛋搁你们家祖坟的棺材里头，我得是那坏蛋。好，我把这拿出来之后，翻山越岭，越岭翻山来到你们家祖坟，打去坟头土，把你爷爷那棺材撬出来，把棺材撬开了，往里一放，嗯，还放不了，怎么？里边有一坏蛋。